么多花生。怎么了，姐？这不是不要了，这全都不要了。这不我捡它，我捡它干嘛呀？我捡它呀。我都没拿小对儿，这不我咋拿回去呀？我捡它。你换新车了？嗯呐，这我新买的车，红色的，好看不？不要了，我老婶家的人不要了，他们合伙掰我的地不要了。我新买的车，红色的，比较配我那个气质。霓裳，对，卖给大超3.5块，3块咱不能干。我车钥匙，我车钥匙搁车上呢，我没拿。是花生，看啥内饰？你们上网搜，我捡花生，我哪有功夫？我没有功夫。在这我车这丢，老喜花生。这花生太多了，够一斤。你看看我车啊，在那儿。远了，根本都看不上。我那个逼车骑，我真生气，根本都干蹬不动地方。那谁车我不知道啊。正愁能看见那有台车子吗？你这一天。
像仇人都。这都捡老多，这头上花生，全是这样的花生，三个角的，还以为他妈拿我当小偷。给我抓那个，点点壁花生。我是谁拿篮子来的？这花生，这个卖大钞，三块五一斤，咱就捡十斤，35。等我捡它干嘛呀？我捡，我为什么要捡花生呢？我为什么要搁这捡花生呢？别捡了，走啊，回不去了，这一抬低头，这都是电线呢，我咱家我都不捡，我上这儿捡什么花生呢？你别捡了，太累了。哎呀，我这一撅呢，那往外套整埋去了。你看，随便一捡就一把。随便一捡就一把，都是一把。看，1.5块。以后别绕了，2块。是谁？来我这儿啊！来呀！给我试试，估计被捡了。要我试试装走。我整死他！谁要给我花生装走，我给他那一桶都得了。
过吗？哪不是。那个多吗？多啊。一条不都是吗？这些都给你，给这。你没拿家事儿？我啥也没拿。你那不捡？这还一对，那还一对。都搂你那篮里。不是来，这车是这小伙的，这小伙的，真我看他开车门的，这还有两对花生，我老婶就是集体承包的花生，然后把花生打完不要了，地全都是大家伙随便捡，把我的给我试试了，这还有，这还一对，苞米包完了。包完了，捡摘花当该花生呢。这儿，这儿，这一片都是，不比你那边多吗？这一片都是。那倒不是。这从这儿。哎呦，我走了。小心麻将。不是你麻将了，家里捡花生来呀？我问是吧？不知道啊。麻将，瞅着不像。你儿媳妇你不认的哟、哦？这都是。我可走了，兄弟。我不捡，我不捡了。我回京，我去找大超。等我大姐完，我还要抓鸡呢，我鸡还没抓。全是这样花生，不能。嫂子，要不让里边捡多、啊。看多人呢。黑龙江那边没有花生，开玩笑吗？还有条狗，你看见那黑点儿，除了这个狗全是人，看着这地没，随处可见的花生全都是花生。今天花生3.5块，打底3.51块，不捡钱一样吗？随处可见，随处可见，全都是。回家我蒸点馒头去，兄弟们，卖他们馒头。发现了商机，走吧，兄弟们。大超他们在另一片地点呢，那边地就他杀。哎呀妈！嗯，这边也不能走了。你姐们，你刚来呀？嗯。
你也没拿堆儿嘞，小常。我骑着我心爱的小洋车子走了，兄弟们。你上山脚下干啥呀？你没搁家呀？他也是脚踏实地干活啊，咱说呀，他也是。我可走了，兄弟们，拿鸡巴刀，登上我洋车上，那干蹬不动地方，兄弟们，我这洋车上，等会儿给你们卡着上啊。一二一，助跑，一顿助跑。哎，他爬山，你搁山脚底下呢。一二一，使劲上坡，一，我可走了。你咋啥都想看呢？全景天窗、真皮座椅，跟跑车一样。前边你看大容量，前边这块机盖、机箱放东西的。我就是乐意看热闹，我就是喜欢看热闹。走，走，太符合我的气质了。这女的就昨天开宝马那个，就她。来车了，别给我撞！过来。这逼洋车不骑也罢，兄弟们，别走道，走道离那讲点。这个逼洋车不骑也罢，给我累的，干骑不走道。大爷，你家还有这老鲜花生呢，大爷啊，多少地呀？25亩呀。哎呀妈，我家屋不多了。1020，20000多斤呢。啊，整完了，整完了。我二姨。嗯。咱这没有买爆米干，是不是大爷？我们家那300块钱一亩。我们这不这儿干了没买，我妈她那儿。他们村都是养牛的。花生今年得3块，好花生也4块呢，一般的也得3.67块了。对，3.56。早点卖了，潮乎一下就卖。我的妈！我大爷今年得打25亩地，不得20000来斤呢？没有啊，那也那么些钱。那个昨天开宝马那女的，我先踹她一脚。那个，人家花生贵，真烦人。那个，
哎妈，这个样车是成了我的累赘了，还不敢不骑了，还得推他，这一天。他说大超换地也不告我一声。下边一二三，盐水花生做不了，干了怎么能做盐水花生？哎，不卖花生，都干了，没法做盐水花生。狗都累完了。我看看他们搁哪儿啊点的。没我们家没啥活了，当该点花生摘了就得了。搁哪儿捡呢我的。哎呀，是哪爷？我老婶搁洼地薄的，把花生地搁哪一道走啊？就直走就行是吧？啊，啊，这边也有，啊，搁这儿，对，就是这片地，啊，在这儿呢，都人搁那，他就是豪这边就是，你都人啊，那边都人捡花生。我老婶不要了，我老婶不要了，那遍地都是花生嚼子。我找大超他们去，我不捡。哎，别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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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哎呀呀呀呀！我多余捏闸，这车根本就不用不上捏闸。别别别！哎呀，啥的？我完了！这小洋车这给我骑，我真闹心。都要给我气冒泡了，还没我走快呢。大超搁哪呢？千里寻夫，兄弟们，大型寻夫栏目组，铁锅千里寻夫。我的妈，搁那儿呢，太远了。咱把洋车扔这儿吧，我不想骑了。能丢不？快，不能丢吧。这洋车也太气我了。搁这儿。放这儿吧，雪莹。太搞笑了。
大肠了。牙疼呢，牙那个牙床子肿了，好天都不好。那药不管用，我都不吃，吃好多天都不好。我扔田埂上那板车，我扔那儿，这大苞米杆，我妈真高。找到了，好吃，今天晚上还能吃一只，等一会儿再抓一只，今晚再吃一只大公鸡。远了，这个逼地方，我要知道这么远，我都不来了。还没走，搁那儿，爹溜达来了，溜达来了，这车让我扔到边了，不骑，搁那个田埂上。扔半道了，自行车不好骑，谁能偷那破自行车？卖废铁都不值钱，累死我了。过瘾，我捡了两堆都给试婶了。捡着捡着，马吊搁那儿呢。这嘎、个、没那边多。你捡多少了？两勺了。妈，老婶咋不要了？妈，那地上遍地都花生，全都是，我告诉你。哎，我给打电话了，那一人。谁都不来看着了，不来看拉倒。全都是花生，兄弟们。那都是，是。对。关键你谁看着有啥用？你雇人捡，你怎么捡？雇人坐地头收，要我的话。
钱可以，你钱吗？我枪车了，半道来气枪，枪车我扔半道。谁养这个呢？咱家的逼歪，干蹬不走的，不走道。那我扔墙根上。你还真不要脸呢！你顺着大队走过来吗？那谁知道你上这儿来了？你也没告我一声。我也是哪话不懂，这边人，你们那边都人，你去。那边多，那边地都是。一说简汉生家里活都不干了，全家出动。哎呀，摘半道花生都撩出来了。边边拉拉非得花生多，哇，不好走！小花生现在都得挑挑，来好捡哪个，兄弟们，这玩意儿咱不捡了，都白捡。全是大白捡。全是花生，这儿捞，我的天哪！哎，你说兄弟们啊，咋的捡别人家就不一样，这个家的都成了不乐意捡了，杨先生。你没发现吗？捡自个家花生地花生都不乐趣。这家你看，这家捡这花生，哇哇都人。你问他别人，你看人家花生地花生捡了吗？他肯定说没捡。全是花生。说装袋去，弄地上了。拿麻袋来的。一袋是一袋，这还有，这嘎多，嗯，这有吗？这，我现在也是边巡查巡查，我们边上非得多，天边蓝蓝的，全捡别人家花生。嗯，老婶儿他家承包的地老多了，他不捡了，不要了，再来捡点，这都是。没人整。没人整。那边地里得有二十来人。啊？得有二十来人呢。就那边地里。都是还没人捡，我老婶包好几百亩地呢，他四个四五个人合伙包的。这一天家坐这捡，都得捡俩麻袋，一麻袋别人的三块一斤，三五一百五，一麻袋五十斤，一天捡一百斤，三百块钱，也是钱，啊，兄弟们。都是。你他妈这个脸臭吗？
肯定有。那一把，龙，坐，坐边，这块，快，这多，龙这多，这样，这，再整啥柴就完了。就是我眼睛都多好。哎，来一看，我操，换样了，我摘干净。做甜点。人家花生比咱家花生好，都大脚。都时间多长呢？这过生产期都多长时间了？全是花生。第二不要啊？第二不也能卖钱？我没捡。这还有没拔下来呢，花生掉里了，地太硬了。老，哎呦我操，这全是，哎呦我操，哎呦，这里拔兄弟，快来呀兄弟们，那都是钱呐，快来捡呐。高平安啊，这你们村上鸟可真少，都吃的，到时候都吃，只要勤勤点保证吃饱饱。有点臭味啊，这个你是沿看猪粪坑的粪，猪粪顺着这个河流流到河里了，这不都是花生吗？走拔呀。我给他看花生，我给他看明白人。你俩一捡一天600，太多了，我�俩花不完，他捡300的就够了。这话说的好像挺没劲的。花不完，根本花不完。哎，你得烧满满，充袋儿。
不走了，前几天。花不完，根本花不完。这都花生秧子了，走啊，这不都花生秧子吗？过来过来过来，老，你是不是不知道里边花生啥呀？哇，有花生，都好点儿。啊，是好点吗？是。我们都臭的花生。拔呀！看。哪有人呢？我的妈！我的妈！嗯嗯好累呀，兄弟们！全是花生，发财呀，兄弟们！还没摆呢，那还是没回去啊？要是中午回去，大一些。哼，怎样吧？还惦着今日呢，一边干活一边惦着今日呢。根本就是。我的姐，去拔花生，全是花生的。哎，啊，这样花生的都是这样的，全是这样花生，三个粒儿，这还有花生秧，这全都是花生秧，我的妈，老公，这全都是花生秧。别扎个身子，你他妈扎这玩意儿！放脚。不行，看看。那破白酒呢？破白酒这。
吗？看，看，阿姨来摘。没拿手套来，没拿。啊，那边白花的。我拿个袋给你爸挑个袋。对，你家扔个袋，你拿个袋拿那边。那长的时间长。人家生长时间是长，那个种的长。大姐，你家放哪儿？点之前做，我手机没带着呀。那你现在去那袋去，我搁这摘。你手机拿来了吗？回家取去，门没锁。过去吧，明儿咱回京城看用。啊，我也。这东西。哎，去吧，我这样挠会儿就够挠一阵儿。来来来啊！现在走吧，别接了。不行，手机得压着，凉行的。咱俩直接取完手机就走了。那是到报期。往回来捡呗。啊，往回来捡呗，有事工的玩意儿。别吵吵，让别人听到该来呢。嗯，现在是没别人来。这玩意儿我打完电话了。要不咱上那边捡去了？我现在打电话问你。捡去呗，反正也没人看着。这又是干什么？官大水深，那水深，搁别人家地里边捡花生。捡便宜了。咱自个家花生没摘，上别人家地里干来了。啊，别人是把活都扔下了。对，捡的。捡自个家花生都挠脑袋，都不爱捡。你一说家捡这花生，耿耿都人。那边地里二十多人，你还说的，这人家活都不干了。让他搁家带饭来的。嗯、啊？要搁家带饭来的了呢。哎呀你妈！人是要搁地里奋战了，不能走了。哎呀，在路上，我搁道边，我搁那边给你拔，你给摘了。嗯，别拔了，那个手，摘什么呢？对呀，一天捡几斤可以了，你就咱别说三块六、三块八了，咱就捡三块钱一斤，一天也中了。哪个人一天还不捡五十斤花生得了？我捡的。你五十斤花生就卖150块，忙的时候一天捡百八十斤不成问题。关键他有的是，他这都是拿地捡的机器捡的，完了地下都白花一层。因为地捡捡不下来，花生干了之后，就是比方说你能捡出三分之二吧。
全是，能捡几天？哎妈，真他妈能捡到上个洞都。现在捡的是表面的，那地都没刨，那就是地底下现在还得有的是。你看你牙拔的，这边边拉拉都没扔呢，你够你家捡那这么多，你捡小一个月。咱是不会捡那些，但闲人的话说也是没事来捡来呗，带带串脑呼呼的，拿小耙搁地下一挠，就拿这种鸡爪小耙，是吧？嘎嘎搁地下一挠，完就捡就完事儿了。他这个大户种植啊，没办法，没有别的设备工具。你花生这种东西，你们不可能有别的工具。这不比去年扔的少多呢，去年的花生都起不来，我告诉你，那遍地都是花生，遍地都是。光哥，光哥，捡钱了，捡钱了。老张，你别拔了啊！这干钱这个不行，别拔了，都别泡子。加油，你给我加油呢，操！哎呀，转个转呢，这花生走不动道儿。又要捡小半勺了，刚才捡小勺了。别拔了，我说这边拉拉这个花生不好。现在是成角。就来别泡了，
这已经憋泡了。全是花生，嘎嘎狠。设备这是偷谁家花生呢？不告诉你，告诉你你来咋整？不能告诉你，你来的话我不没得捡了。不能告诉。全是，我离你一万里路呢。这是种植大户，把花生的话属于是整完了，人家的话属于是也没工夫捡，咱们的话属于是帮他捡捡，要不这玩意你看扔地里多磕碜呢。咱捡放屁拿你家去。嗯。废话，我帮他捡，我不拿我家去了，那扔地里都多磕碜，对不，兄弟们？谁家地里边扔个地花生啊，多磕碜，这是粮食，知道不？别把自己说的那么无上。我本来我就是这么高尚，一般人让我捡我捡呢，对不？你看看我健康快乐姐，人家都说我说的对。我也没看着我健康快乐姐来干啥去了？对吧，一块儿去吧，咱俩就吃一点吧。一看就是大地主家的。快点，十点是十了。一般人的话属于是我能的话属于是给他整啊。十点是十了。这家伙闲过来就闲，你还挠他干嘛呀？跟那家都知道闲有的是，还吃什么中午饭呢？谁知道还吃啥？我可不吃肉，我知道了，我也不吃。还吃中午饭？就这种话还有空吃饭呢，居民呢？那心得多大还吃饭，这几天忙着来的啊，我还说也没看着呢，还吃饭，平常搁家干活吃点就吃点呗，这你他妈还有空吃饭，走了啊，走，嘎嘎干净的那会儿。这样捡小天儿，捡啥？捡玩意儿了，兄弟们！三块五一斤，轻松的，有事人买。三块五一斤，咱别说的话，三块八、三块九了，三块五一斤都有事人买，有事人收。一会儿咱拿个喇叭坐地头喊：“捡完了我收啊，三块钱一斤呐！”嗯，啊，兄弟们。是不是中间咱坐地头就挣了钱了？真要捡到花生，嗯，太好了，有的是人家。挣点差价不行吗？咱就坐地头收。啊？是不是也挺狠？嘿嘿，挣点差价就完事儿了，撅着挠着在那捡。哦啦啦，哦啦啦，哦啦哦啦啦，哎呀，有挣就有赔，不捡这地烂了太可惜了，嗯，那呗，
再说你光给钱吃，钱也吃不了啊，对不？打架了，哪打架了？什么打架了？果果，听着有人吵架呀？你说我这儿啊，没人吵架。没有吵架，现在还有人有空打架，都低头闷声讲话声也没人吵架，我寻别人家直播间打架的。你还骑电动车走的，有俩狗，你还在那骂狗呢，现在和那狗呢，没人打架。呀，狗打架，离老远呢，这你都能听着了呢。手机收音功能是强，离老远呢，骑电动车着急单一扣场上去了，搁砖去了。搁砖去，也该到点儿了。剪吧，有的是啊。那他妈自个家三十块钱扔了也行啊。把这家山上扔了，捡这儿，哈哈哈哈！哎，这家压了，这老西，你让掉了多久啊？看见胖，这小胖嘞！哎呦我操！这他妈的玩啥了？白鸡巴捡了，让他折地上了。他妈啥地上了？都怪你小胖，你一来我一激动，你家整啥了？都怪你！快点啊，陪我走溜溜，小胖！这半天是捡的呀，你来的话整啥了？没控制好，一下傻
一转化上白尖儿，不能歇，姐，哎，抓紧的，哎，不能歇，我现在还憋完尿还没上呢。咋又来个人呢？多个人呢？那边又来个人呢？北边又来个人。小花生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一会儿快点动手，不能让别人抢了。皮儿薄，小皮儿薄，
高大线，十八个指。这花什么长啊？我擦了个地飞！真正的以为今生就这样了，这么多年我还在家。完了，要出太阳了，要热了。多云的天儿，要出太阳了。别出太阳啊，热呀，多捡一会儿。还没捡过瘾呢，哈哈。哦，这玩意还有瘾，你妈呀！你不懂，其实这玩意你知道啥意思吗？你越想捡，不是越捡越有，越想捡，知道不？尤其这捡的还是别人家的，就是发自内心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自个家的地，啊，你上去捡去，走半天捡俩角，走半天捡俩角，他就该不乐意捡了。真的，真事儿。你要去，你要属于是你越别人家的东西，他就越着急。嘎嘎捡，哼，真的。你看你这个家地，你看让你下地捡点花生去，你可不乐趣了。你说是这家真有货的，那一捡一会儿干一周。他越有花生吧，他越乐意捡；越没有，他越不乐意捡，知道不？这家多贵呢，娃娃的。你走到哪儿，你就这一扒拉都是花生。你这样一说，他还挠什么挠？地皮上都够尖了，都不用挠。
你这镜头照的不准啊，你这所以是你个眼睛看的地下全是没事。捡不来，把这袋这一勺子往水倒袋里。捡还得挑好的捡呢，这里都不捡呢，捡还得挑好的呢。骑过来呀，能骑过来。干完了，完事了。嗯。没转账，没事儿。
哥太懂事了，买一箱啊。没有了，咱家不这旮旯楼来，我这旮有大堆呢，一大堆。对，我回家给人家做饭去了，几点了？好吃吗？你几点给我抓鸡去？你看那大爷中午前一会儿吃饭呢，看中午前大爷搁没搁家，没完事儿呢。点吧，那啥，一堆。给你喝水吧。你中午都不吃饭了。下雪了。啥玩意儿，布莱哥下雪了？哪嘎下雪了？哪下雪了，布莱哥？把它插遍了。啊，我说什么玩意儿下雪了？哪有下雪呢？我对着捡花生呢，我捡老婶他家花生呢。几点呢？几点？哎，回家。那行了，回去吧。哎，老大中午不得回去吃饭了。今天我生日，哎，对，你俩差一天呢，咱俩差一天不对呀，布莱哥哎，去年不是差一天，你过阳历，他过阳历生日吧，你过农历，他过阳历，咋的？上班就把山轮撞了，生日别鸡巴干了，休息一天。休息，想吃啥？你啥时候请你？你啥时候请客？想吃啥？休息一天。你过农历生日吧？你不是过，不是你过阳历生日。大超过农历生日，去年也不是，你俩生日不是隔一天？去年哪是这？哎呀，生日快乐呀，过来哥。吃啥？请客。厂呢？那、啊、我不爱哥过生日，我必须的。我过的阴历呀、啊。你九月十九啊？啊？我操！那咱俩哪一张？咱干啥生日哪一呢？啊，别上班了，给自个儿放天假。告诉老板，你这他妈上身坏了，我休息一天，今儿我过生日。一片沙仁一千多，哈哈，那你还要赔的呢？你要赔的呀？赔我就不干了，对我这应该赔了，你看，是呢。我应该得给他赔呢，操！不赔没几个事儿，心情不好不爱干，休息一天。你说我过生日去了，告诉老板，你老板还得给你拿点钱，去给你拿点钱吃饭去，能不？
不鸡巴干了。我的个孙儿！真的快乐。这人工资才这点儿，这鸡巴陪他个啥人背一天我去。嗯的呗，不鸡巴赔。陪他去。这啥那个地儿呢？解放生了。解放生了。你干啥？你这是二姐们？他这嘎这一片，二姨就这一片，还得搁三十天打。你搁这捡完三十天，那人搁那捡，再捡那再捡五六天。你想想，你这半拉月，你那捡多少日呢？他都不要了。完了，上我们家那一起帮你卖了。明天你捡完，自个那大人装。现在怎么吃啥呀，不大哥呀？请客。说，吃啥？人好呢，真好呢。好热呀！我回家，白菜片炒干豆腐。我不意了啊！你中午都不吃是不？不是，等等我还得走回去呢，你走。你好了，我来接你。拿电动车不得扛花生吗？对，好了，告诉你。那兄弟们跟你待着。随便，跟我待也行。待会儿我还得去抓鸡呢，跟你待着吧。我再给咱爷做饭去吧，饭呗。高粱米饭，谁看见了谁蹭。他也吃高粱米饭，你到那要一串呗。你说爷吃啥？家有菜。他那有饭，我就不用煮了，我就做菜。是他那有啥？老竹那有茄，你看他那有啥？有菜弄点得了呗。中午老爷爷问那吃不吃呢？那好吃点，那玩意儿不吃。做吧，他不吃，后回咱家炖鸡晚上他又饿。没到，他得少垫吧点。你老头人家有茄，他不在那儿吃。那个楼吧，还挺那啥。没知道，我说那爷爷他骑电动车去一趟。再逛逛呢，你爷要在他吃，你就别坐了呗，后悔一大嘴坐去呗。这解放军残疾人都行啊，我说这。非得两块在爬呢。我奶奶有的玩意儿。嗯。都不是啊。咱家怎么不会？那啥，你们哥割苞米一下，哎呀妈！我上他那割去，他割了几天？一根一根转一圈的，
这机器要是那个小汽轮搁里边趟一下的，回头搁地下捡那有的是。他都搁机器骑的，还硬呢，机器骑肯定骑不好。搁手挠不起，那手挠不行。搁站轮把汽油轮一抬。这啥人话，都搁手挠都行。没人，那拿上吧，后头滑了。完了，一剪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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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花生还挺甜的，我这花生还挺甜的。他这花生弄的么薄皮花生弄，皮儿薄，皮儿不厚。谁呢？刚才弄花生弄了。Thank you.
50斤花生仁呢。捡的话属于是我捡两勺了，捡两勺了，二姨也得捡两勺了。都捡两勺了，你爸也捡两勺。嗯，捡两勺。都没到头。这咱出不拉条捡的，这要搁头捡呢，到头他妈捡了五六刀。这都没好好捡，带拉拉捡的，关门捡。老人回家了。某人回家了。姐，这水是上别人家地里捡来了，不是咱家的。咱家活扔那儿了，没干。干半道属于是跑这儿来了，人都散了，我没做上走的。啊？走走，没做上没事儿。又涮个舌头搁那是。嘎嘎狠儿，老多了。那花生怎么整呢？嗯，你说人家多，这回看到人家多不多？嗯。瞅这花生，再瞅咱家花生，啥也不是。那可不，没有了。但是他这花生臭脚比较多，没多花生。哎，臭头，你问他俩臭脚多。嗯。他能挖汤臭脚多，你说不咋的，草地没有臭脚。嗯。你像这边那捡的，我都那天我看那视频多，我看都臭脚，我就走了。嗯。还上中间那高岗那儿捡。啊，多臭脚啊！边上那根龙都没起，哪里来？辽宁省呼岛市绥中县，不是辽宁省呼岛市兴城市。我也不刮了，看看手指刮了漏了没。你扒完你就捡就完事儿了，还扒它呢？你去捡明面就够捡的了。我是看到了，你看咱那个盘子，篱笆卖蛋的，扒扒。嘿嘿嘿，扒他妈！我上高岗那儿捡的，兄弟们，换个地儿。也没啥烫的，都是玩意。不是玩意。
哎呀，捡这大好花生，带劲，还是好花生。沙溜，嘿嘿，全是的，嘿嘿，哎呀嘿，该回家吃午饭了，哎，不吃了。这着急捡花生，还有工夫吃午饭呢？哎，除非得吃吧。看着我的眼睛捡花生了，这么多，有的是，我一大片，你就我这腿蹲不了，总疼。所以说，像我坐小凳儿，你看人二姨啥的，人都搁地下爬，刷刷的。咱捡的慢，你看一捡一会儿一大烧。哎，咱捡就是比较慢，然后捡嘛，这地没别人，人不多，不用抢。那边那片地里人多，那有二十多人呢。咱这片地人少，就咱这片地人少。对，我捡第三桶了，我都捡第三桶了。这不比咱家搁地里捡钱吗？咱家地里边煮半天，你能捡一勺，这家一会儿捡一勺。咱家地里边吧，有是有，没多少，但是。你看这和这比的话，水是不行的。这家有的是，这家哇哇的，你就票往这一坐，你就搁那叭叭，你就捡，就完事儿。钱儿啊，这叫啥？这就是从这就是从地上捡钱，你知道不？家这又半烧了，再拿一会儿。哎，撅着挠啊，一会儿捡一勺。我靠！反正这玩意儿就是你蹲不住不行。啊，芳儿姐，你看蹲不住的话，你让那个地蹲着，爬撅着。一桶能多少钱呢？这一桶啊，这一桶有五斤没有？十块钱呢，捡一桶，三块钱一斤，五斤三五十五。捡一天捡能捡的话，再不捡不捡的话，捡一天能捡个五六十斤，五六十斤。还不卖个一百多块钱吗？你就那样。前一天的，就往这啥这地鬼着鬼着鬼着的，能卖一百多块钱。
合适吗？不合适呗，姐。一个人能捡五十斤，俩人的话都得捡的话，水是一百来斤呢。这是又种上了，捡呢。合适倒不合适，姐，那不可能合适。哎，这是老百姓嘛。就我撅票搁那挠着捡一天，姐也就能往水里卖一百块钱。捡好了一百多块钱，捡不好一百块钱都挣不上。就这活儿，那这都别人的差。比划上比较多呀、哎，回家给爷做饭去了，给爷做饭去了，姐。你看小胖来也没有用，小胖来他也不捡了，这活他都不干的玩意儿。哎，这边好。估计我该捡五十块钱了。加油，下一个五十就是一百。下一个就是一百。撅的我他妈水是，撅的我腰疼。你决定，你决定。
是。我说。我热呀，这会儿啊。说太阳了，热。晒我好难受。买带袋了吗？带了，带了。就是热了，这会儿，这会儿太热了。哎呀妈，要晒好难受啊！晒好热呀！捡的话呀？那儿呢？半袋儿了，捡半袋儿了。胖大哥，还不回家？哥，这种话属于是现在搁别人家地里捡的，不是咱家地。中午的话属于是吃不上饭了，着急捡。方案写好了，写的头昏呢。中午吃不上了，哥。啊，中午太热了，姐，这家伙热的难受。一会儿睡午觉，午休，你午休吧，哥，我还得坚持，你们午休吧。
始整，咱就先定这一片吧，开始整。挣一百是一百吧，姐，咋整啊？说实话，我也不耐劲，太热了，姐，难受。挠一百是一百呀，挠。太难了。嘿，姐，今儿个属于是老伯仔的话，属于是过生日。今天的话属于是上班，到那嘎那个属于是把他上班那个他用那个机器那个三轮干打了，那一个打一个三轮一千多块钱，老伯仔的话属于是。憋气呢，我这过生日就别干了。